冬季呈现一片银白世界的雪国新戏。在新戏有很多跟雪有关的娱乐活动，县内所到之处都有滑雪场。有的滑雪场下了新干线就在眼前，雪质好，设备齐全，有滑雪、滑雪板等很多玩雪项目，大人小孩都能尽兴。在阿赫野川泛舟，能够欣赏到被大雪覆盖的溪谷美景，还能一边眺望环绕阿赫野川如水墨画一般的群山，一边聆听船夫独特的讲解和小调。十日町雪节被称为日本现代雪节的起源，分布于十日町街头各处的雪像艺术品，还有在巨大的白雪舞台上演的雪上狂欢节都值得一看。